星爸爸同款的爆头麦芬蛋糕是我由烤箱以来做过最简单的蛋糕了，而且全程不用打发，一个配方可以做三种口味。按顺序把这些非常家常的材料丢进碗里搅和搅和，然后把事先混合好的干粉类刷的一下都倒进来，搅拌到没有明显的干粉颗粒就可以了。完美爆头的前提是把纸杯加到十分满，撒一点巧克力豆装饰一下就更有食欲了。原味蛋糕是把可可粉换成低筋粉，再加一点杏仁片。抹茶蛋糕是换成抹茶粉，加一点坚果碎。三个口味的具体配方我都放在最后啦，老规矩，打包好去送给闺蜜。昨天谁说想当我闺蜜来着？